总统夫人周美青，她前往新竹麻园国小看软式网球的小选手练习，就想说这个网球是消耗品，不然送个一箱好了。不料她送来的却是硬式网球，还真的有点糗。夫人周美青13号特地南下新竹参观地处偏远的麻园国小，还赠送了一大箱的网球给全国比赛名列前茅的麻园国小软式网球队。不过校方打开箱子，发现总统夫人送错了，因为箱子里都是硬式网球，让小朋友们好失望。是软式还是硬式的？软式。你喜欢的硬式的，你们用得到吗？用不到。你知道吗？硬式打到比较痛。硬式打到比较痛。这些小朋友们本来以为可以好好练习，为校争光，但没想到夫人特地前来参观小选手们练习，还致赠了这一大箱网球，想为小朋友们加油打气，但却一点都没派上用场，真的是超尴尬的。校长赶紧缓颊，球可以放着以后再用啦。至于送错球，很可能是幕僚人员搞错了，夫人才会送错球，也不能全怪夫人，只是一片好意却意外闹尴尬。看来总统夫人下次送礼的时候还是得做足功课，不然可是让小朋友们空欢喜一场。三立新闻张浩毅新竹报道。